有82例。陈时中语气沉重，22号新增82例本土病例，创今年新高，接近百例的本土确诊数字已经超过半年都没有看到了。境外一入有48例，美国13例最多，而本土光是桃园雅旭公司就暴增64例，最大宗。另外，同样来自桃园的2例，其中1例为居服员衍生个案，另外还有1名20多岁女性，感染源还在厘清。第二大宗的就是高雄港案件，有14例，外加双北各增加1例。本土疫情南北延烧，西堤餐厅群聚案是瞩目焦点。原本可以框列，却因为2名移工没扫十连制，拖延到疫调时间，也让陈时中说了重话。餐饮的场所需严格落实十连制，未配合执行且经辅导未改善之餐饮场所，不得提供就停止它内用。疫情在退烧的时候啊，大家就会放松啊，就会有点丧失的警戒。那等到疫情再起，就要怪东怪西，这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。严肃看待，毕竟西堤群聚案给了教训，不落实十连制就很难框列接触者，进而让疫情失控。不过暴增这么多本土病例，会考虑重回三级吗？广放多点的社区的群聚，那当然是不得不升了。可是现在并没有，现在是一个可追溯的感染源所引发的一个群聚。截至目前，今年本土病例共有166例，轻症占72%，无症状的占28%。尽管没有中重症患者，指挥中心还是提醒不能大意。就是像是喉咙痛、喉咙痒、喉咙各式各样喉咙不干干的这种症状，会去看这个耳鼻喉科或者是小儿科等等这些常感冒会去就医的诊所，所以我们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疫，做好疫苗快打也重要。第二时期疫苗接种超过98万人完成预约，预约率突破80%，春节就要到了，疫情却出现升温迹象，大家得谨慎看待才能过个好年。华视新闻张道勇台北报道。